嘅用户，如果你是 Cantonese Pack 嘅用户，咁你而家已经可以透过你嘅 Hub ID 登入 TVB Anywhere Plus， 就可以享用埋 TVB Anywhere Plus 入边嘅点播区服务啦。方法好简单，首先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Store 下载 TVB Anywhere Plus， 下载完成后，打开 TVB Anywhere Plus， 在登入画面，你会见到有 Star Hub 选项。只要输入你的 Hub ID 和密码，就可以登入 TVB Anywhere Plus 享用点播服务噶啦。提提你 ，Hub ID 即是你在 Star Hub 登记咗的电邮地址。如果你仲未登记你的 Hub ID， 可以去以下网址登记。除了可以在屋企看到翡翠台之外，而家去到哪都可以任何时间点播你喜欢的 TVB 剧集，即刻联络 StarHub 了解更多。